明镜集团全球招聘，编辑、编导、主播、节目主持人。工作条件要求：一、撰写新闻稿，掌握及时新闻资讯和重点；二、口条佳，具过音剪辑能力；三、台风稳健，能出镜播报更好；四、书案政经科技或文娱新闻，具新闻、政治学、经济学、科技等专业背景更受欢迎；五、有网络媒体操作与经营经验优佳；六、掌握视频制作软件及图片处理；七、策划制作新型视频节目；八、具工作热诚，愿意接受新任务。应聘者具有一项或多项才干，主要播放平台为 YouTube 上的明镜火拍、明镜新闻台、明镜电视、明镜历史台、华尔街电视等。若有相关工作经验，请附上成果链接供参考。职务类别：记者、采编、文编、校对、文字工作者、其他传媒相关工作。工作性质：兼职或全职。上班地点：可在家工作。上班时段：白班及晚班。休假制度：依公司规定。需求人数：10到15人。联络人资讯：吴小姐 ，winnie@hopalive.com。